言经中佛说有十种大仙，不修正觉，别修妄念，纵然享受千万岁，隐居于深山海岛，绝于人烟之境。然而等到仙报享尽，依旧还要改头换面，散于诸趣之中。金刚经破相显性，河沙功德不可比，欲足以度脱仙轮。习时吕洞宾被黄龙禅师点化之后，才了解道家浅薄不如佛门高深，因而皈依禅师座下，成为虔诚的三宝弟子，并写下一首诗：摔破瓢囊直碎琴，如今不练拱中筋，自从遇得黄龙后，始悔当年错用心，以致其感。三